诅咒会传染？诅咒不会传染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他对决应该会吧？不会。没有，我不是不是盗贼吧？你盗贼，你那是你自己，你自己要去拿的。其他都报名，都报名，都报名，顺便票。爸爸，没有，没有那个啊。哦，我有预言书哎。你都知道他被诅咒，你还要去？他刚刚他真的想要帮你解读哎。欸、那这也是一种解读哎、欸，只要哈基刚刚挺过，哈基你刚刚不解读就火了，嗯嗯哼，哎、欸，干嘛？嗯嗯，好吧，哎，几月刚帮那个帮他带你附近哦，你小心。没有啊，哦，对对，我们阿哥不来，Hello，哎、欸，阿哥不来为什么？他是小明。啊，跳下去了！哦，我看到他，他在那个哦，两只都在这哦。几月？没事。那感觉有一个是诈欺，但有一个有放那个魅惑了，在这底下放魅惑。你为什么要偷他地啊？到底是？几月来找人？紧张。我先找人。哎、欸，这屋子不能走啊！有一个屋子。我是。跑过去了，好安静啊！天哪，阿喵，阿喵，这比特在那边。阿月呀，阿喵，阿喵在哪？找不到啊！还有木木，我看几月是在房子里面呢？几月是好的，几月好的？嗯，他刚刚在楼上，他跟我一起跳下来的。哇！刚刚看到吐司喵小弟呢？有土狼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刚刚没有土狼，没有看到土狼，刚刚没有看到，是两个人看到。对，都是真人。我刚刚看到吐司喵从那个小门走出来。啊，不要拉，他是狼啊！可是我找不到他啦。哦，好，那就躲吧。刚刚看到是两个村庄，但不确定有没有诈欺，但其中一个有放魅惑。啊！你没发现？魅力棒又来了。你怎么没感觉？我怎么没感觉？哇！你是阿妈哎、欸！我真的是阿妈哎！我每次都被自己我插死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的，有我们都知道。我每西雅坏坏，你不能叫兔兔了，人家阿妈。我对不起阿妈。木木，等一下可以查查西雅。干嘛、啊？你这个狼，关你啊？可是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看那个吗？死掉的人是什么职业吗？啊？你有什么可以看？你说绝吗？绝好像都没办法。啊，绝！他现在好像，哎，绝啊，绝是可以看得到职业不是吗？死掉的人的职业，没有绝、啊、看不了。看不了，我记得他好像更新看不了，因为我上次要绝没办法，没办法先知道啦，就是你只能知道，哎、哦，这个人倒的是谁？哦、对。哎、他阿娇，我偷完我的妆没有掉哎、欸，还在还在，我偷到好的了。绝绝啊啊啊啊！我看看，我可以跑。哎、欸，是西亚，是西亚，西亚是狼。西亚，西亚，把他打下来，把他打下来，把他打下来，继续。打，好猛。你冷静，我很近。喵。有，西亚三票，西亚三票。阿喵也在附近，我们先跑。没有，我绝了。你绝了，那你是绝了。你下一次。西亚，你好了，你。你要被炸了，他还讲传炸弹给我。阿喵，你要再见了，阿喵再见。我对不起我的队友。再见。AI 吧，是不是？对。他现在票了一个 AI 炸弹。现在票了。一换一。但游戏还在继续，就代表狼一定还在，所以阿喵还真可以。没有土狼。巧克力赢的，狼死光了，可恶！是啊，瑞比特跟阿喵，我为什么要去这样去偷呢？我因为我怀疑瑞比特是那个、啊、炸机，对对啊，所以我就绝啊、嗯、啊！我绝完，我想说什么意思？你也是真的 ，OK？ 炸机是孟大哥木木，那演的太好了、嗯、哦，受不了啊！我还是演炸机是比较没有炸机是哈记的、嗯，
啊，我偷垃圾，你偷的。我刚刚想说，我顺便把你的古筝也偷来了，我的天哪！这炸弹是谁啊？我看一下，炸弹就是那个西亚。西亚，所以我是被西亚炸死了，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不小心弄到那底去了，出去，你们不能。真的证据啊！不是，那比赛你你要多注意炸弹哦，真的耶！来对话框好不好？都要多看看有没有小弟跟企鹅。我受不了，东西很好玩耶！我受不了了，那你就要承担偷东西后果。我只能白天不是你，他都已经说他被诅咒，你还要偷？是这样吗？正常来说，炸弹狼确实是炸弹，炸弹是打人就可以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打人可以传。对不起，所以晚上被传，说不定也可以打。说不定啊，不太确定。我们一起举吧。一起举。爸爸，我们和好，爸爸，我们和好。我们和了，快跑快跑！我现在是与世无争的，真的吗？与世无争的，快一半！这个空中也太吓人了吧！吓狼人，吓狼人，什么？吓狼！我帮你停！啊！这是染花路的哦！哎，听到了吗？有听到，听到了，听的是我，你听的是没有？他全世界，他染花路的，那都被你的，那都被你的，哎。然后人家大喊“炸瓦路的”，垃圾，嗨，这边怎么是垃圾？不是走狼？还有，他的眼是西亚是狼，西亚是狼，所有人都会停。西亚是狼，对 ，OK， 我们听你的演的。啊，好可怕哦！刚刚我还一直打嗨，好可怕哦！嗯，那不要惹啊！我知道你的情报，我知道才会停。那个是炸气还是真的？你要坐牢吗？哎，我说你，哎，西亚是西亚，爸爸快来，爸爸，看西亚，看西亚，哪里？在哪？你快去，西亚，圆圆，我跟爸爸可以，妙吗？妙后面吗？你好了，快离开他，他会传炸弹，爸爸传他，你要骗他，他传炸弹给你，爸爸，没有啦，我没有传。他在那边弄炸弹，你打他一下就跑，打他一下就跑。我的天哪！还有炸弹，西亚有炸弹，西亚是狼。快逃！我没抓到，我没抓到，我抓到！哇，爸爸！我打到了瑞比特！你打瑞比特也会传给他？啊，至少带走了。吓我一跳啦！你吓到我了啦！没事，吓到我！可是我在逃，我以为是西亚。你要拿，好像真的要拿剑才可以传。哦，要拿剑才可以跳到人才算。对，我刚有空手打没有？拜拜。这是谁？爸爸，我们很棒，这个胜利，加油！与你同在，没错，我真的是好了，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。干嘛？你是坏的吗？没有啊，我预言家。没有，杰克不是人类，杰克不是人类，我提问了。杰克是人类，对，他要么怨你，要么狼，可以藏他。他是，他不是人类，是人类。不管你是什么，手东西，管你是人还是狼，没想要弄我。有土狼哦，有一个土狼。AI 狼，地上有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各位，我是好的。相信我吧，这是不是爸爸？吓死我了，我真的是吓到嘞，吓到。他查数的，不是五郎要先票。他墓碑不知道是连谁都不晓得。对啊，是谁的都不知道，他也没名字、没讯息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们不会要绝狼吧？我们没有要绝狼啊，我们就是掘墓者是不挑的吗？我们就是想要挑，所以才没绝啊。挑什么？这里刚刚有倒一个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会谁？刚刚这边找一个是杰克，还好，那我没觉，我还有。我刚刚正剑砍他的哦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都还可以这样对话。AI 有土狼，有土狼，有找得到土狼吗？是不是？哪里？怎么了？猫咪怎么冲过来？像要死了。猫咪，你为什么死了？你为什么死了？你被炸弹吗？没有，我要诅咒被死。哦，哇，那没办法。直接跳过
那你什么职业？你在哪里？你什么职业？我是典狱长。典狱长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船，我在对面。没办法，你也拿不到啊！你下一个就换了。没有，我是掘墓者的、啊，我是掘墓者的。哦，因为我死掉的那一天获得了解药，真好。我也有解药。那你没有，你也解不了自己。解药不能给自己啊？解药是给别人的。干嘛？我死的就是几月？没有，我就看你到底有没有靠近我，我害怕。嗯，就是坦荡荡最好的哦、嗯。你小心巧克力，那个嘎嘎的那个。杰克是狼人，我查了。所以、嗯、没有，因为怨那个不是，还有怨灵呢、啊，怨灵还在。哦，那可能怨灵，因为你是用圣剑的、啊，所以一定要查。OK。那你们有知道木木岛在哪吗？我在你旁边，你左边的树林。哦哦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请再靠近墓碑啊。几月吗？从那个刚刚几月是在我左边的，他刚刚在、那個、他刚刚在你这个区域走过去。对，他阿苗是什么？跳下来的炸鸡啊！怨灵可能还在。几月吗？还是先票那个土狼小弟在这里。那大猪头小弟要不止一个人，他们会偷我。好，小弟头企鹅、啊，你看企鹅投你，还好。还好，哥哥哪里啊？真的可以信吗？我还是跟你离远一点。我可以穿给你看啊。然后就摆刀了。然后就刀了我。我可以绝，我可以绝，我可以成为你想要的人。你如果是狼，我可以绝狼。你看啊。我真的还没绝，所以如果你是狼，我真的可以绝。啊！不要啦，巧克力。哎呀！哇！几月？小弟，小弟是土狼，土狼走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没有，因为你们不是说还有狼？没有，孟大说是几月吧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几月。对，我以为我以为你们意思是还有那个、啊、狼，然后想说哦、啊，那至少还有土狼先。结果土狼就没了，对，几月赢了？杰克怎么倒了？好、啊，我被圣剑，哦，对，你被圣剑，他来开，他刚好开火，对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应该对啊，那我们应该数得出，哎呀，开了，哇，几月乐开怀，又吸压我们票的杰克，对，我怎么没有查几月啊？预言家，预言家，没有这个，我不查杰克也会查阿喵。我刚才想说，应该不会孟娜在最后把我票出去吧？对呀、啊，我刚刚想说孟娜去票吉月，我也最想要。结果他没有看到我。我在说孟娜想票吉月的时候，那一刻我是想票孟娜的。这样，啊？为什么？我在你背后。最后可以 table 看看。这个获胜是要获胜并且活着的四四三三二二一六六六哦，几月有三啊？几月？几月竟然成功哎！爸爸西亚，爸爸有二，西亚哈记跟木木加油。没事，哈记我跟你也差不多，我一直说你一个一。哈记有在玩吗？我刚刚好像都没看到哈记耶。偶像偶像，感觉好像非常你没有你玩那么多，还不是让怨灵获胜？帮哈记抢。玩那么久还是怨灵赢哦。哦，干嘛？不行。哦，这个。真的很强，真的很混乱，要哭人，刺激刺激，辛苦啦！这个前面游戏时速，我觉得我跟哈基差不多，确实，游戏不适合。那个第二场那个巧克力好像没有在玩，尤其是那个拿刀的我，我哈基还有玩到，我根本没玩到。确实来啊，你知道吗？拿刀。是我们唯一杀得掉你的时候，真的，你看你平常我大家鸡，大家多想砍你啊！你看你，你讲道理都讲不赢哎，闹死了。
用剑处女座，还是宠爱巨人？平均，辛苦了，休息休息啦，休息，对呀，晚安。啊，这次很平均，好不好？那些呵呵走心闹闹也都是跟着一起闹啊，好不好？就是关键还是一样，趣味游玩，为了自己的阵营努力获胜，但比较可怜的时候就要喊出来，让这世界有机会不查你啊！两次胜利，一次是怨灵获胜，这就值得啦！没有再被查了，哭天喊地有用。也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 AI 狼人杀 3.0 啦！我们下次再会，大家啵啵，拜。